仓鼠大家都知道，这小家伙是极其的可爱，非常的喜欢爬笼子，还有吃东西，而且更喜欢将食物藏在自己嘴巴里面的囊里。人嫌它太能吃了，于是准备把它的牙齿给修剪一下，但是这家伙竟然为了牙齿放弃自己的食物。我把吃的都给你，别剪我的牙好不好？然后就把藏起来的花生都吐到虫主的手上。这天主人想测试一下自家仓鼠有多能吃，于是准备了一箱葵花籽，然后将仓鼠放了进去。刚放进去的仓鼠还是一脸的懵，瓜子的味道？下一秒，千万憋住，别笑。这家伙兴奋的在瓜子上不停的转圈圈，兴奋的蹦跶个不停，看起来像是一点都没吃。其实啊，这家伙已经往自己囊里塞了不少了。许多动物看到自家主人给自己准备的时候都是不可自控的。这天主人给自家的泰迪准备了1000斤狗粮，谁知泰迪这家伙看到后竟然不知道怎么下口，呆呆的坐在原地不知所措的看着主人。泰迪，我此时害怕极了，这反应也太逗了。